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明明。都说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床上，然后在床上大部分时间在睡觉，还有一小部分时间在玩手机，在发呆，在。那玩手机的坏处我就不多说了，大家千万别学。明明的眼睛就是前车之鉴啊，我现在看你们都模糊的，所以大家适当的也要看一眼绿色。那优质的睡眠说实话确实好处多多啊，比如缓解疲劳、促进发育、补充能量、增强体力等等。但是要睡好，我感觉除了个人原因之外，环境也很重要，比如隔壁在装修或被窝不暖和都会影响睡眠，是吧？那最近我家不是在选床垫吗？发现网上从几百元到几万元的床垫都有，所以今天来测试一下这个普通床垫跟高档床垫有多大的区别。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吧，这个高档床垫是喜力门深睡一号，这牌子我感觉就不用过多的介绍，国民品牌。我估计在座的很多人都正在睡这个床垫，哦不，这个牌子的床垫，是的话就扣个一。然后普通床垫的话，品牌是喜临窗。嗯，开玩笑的，这个我也不知道啥牌子。然后这两个都是1米8×2米的，这个包装也是比较简单啊，就是这种普通的薄膜。然后这个重量真的很轻，两个人轻松就搬上来。然后这个真的很重啊，花了三个大汉才搬上来，这个真的要小心翼翼的。差点压死了。拆开后光看这个床垫，最大区别就是这个更滑一些，而且明显就是厚实太多了，确实区别蛮大的。右手就感觉有点糙糙的，左手的话有点绒绒的。采用的是随时控面料，也就是当你体温高排汗时，它就吸收湿气保持干爽，不知道尿床会不会保持干爽。然后还有抗菌防螨的作用，因为有这个活性银离子就会抑制这个细菌，而且还有除螨助剂，也会抑制这个螨虫的生长与繁殖。所以说这个除螨作用还是很有必要的，毕竟这个床垫是很容易滋生这个螨虫与细菌。像平常我的枕头没有及时更换，我的后脑勺就会起这个红色的疹子。然后这个面料就没那么高级的，比较普通啊。当然我更好奇里面有多大的区别，所以待会我会狠下心来剪开来看一下。现在体验一下，普通床垫睡上去有点偏硬，有点像是睡在硬木板上面，感觉身子跟里面弹簧就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一样，不是很充实啊。这蹦起来感觉也是回弹性不是很好。那我们现在再感受一下这个，哇，这个明显就是哇，软软的，感觉不到弹簧啊，就感觉下面就是很软的一层填充物，但是很有弹性那种。哇、哦。哇，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，舒服太多了，真的感觉需要你们过来一起睡啊，不，一起体验一下才知道，这种睡上去就是软而不塌那种，睡上去就比较有贴合感，比较有支撑性，最主要是很柔软。包括这个面料，我感觉如果可以的话都不需要床单了，应该能明显看到，就是我的屁股就我臀部就凹进去了，腿跟腰就保持了一个直线，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但是接下来我需要伤害一下它，当然也是你们最想看的环节啊，大家记得点个赞支持一下。哇，里面真的是很简单啊，跟我猜的相差无几。它这个主要是弹簧加上这个舒适层，这个舒适层是这个掖中，这个掖中的厚度大概就1公分左右。然后弹簧底下是一层棉，然后这个掖中上面就是床垫表面了。这个掖中应该是无胶的吧，能看到里面有这个白色的棉絮。总之确实是比较简单。好了，现在剪开这个高档床垫，哇，感觉这个床都比较结实一点，这个表皮。温馨提示，纯属娱乐，请勿模仿。哇，感觉里面全是填充物，然后这里有个拉链，应该是不会白剪了吧。哇，这样，它这个应该是分了三层啊，就是表面一层啊，这里一层，这下面还有一层，点这么高端的床垫就像是在捡。还好刚睡了一下，不然亏大发了。这个床垫边上这层护边海绵特别厚，拳头一样厚了。好了，我们先从最上面这一层开始解剖吧。最上面是一层海绵，因为这一层采用的是随时控面料，所以它这个就会吸收湿气保持干爽，真的这一层都是软弹软弹的。这一层厉害了，我刚查了一下，是空气纤维，是一种可水洗的这个填充材质，一般一些跑车啊豪车会用到这种材质啊。我感觉我像是在做手术一样，这一层的作用就相当于中垫，剪一块出来吧。哇，这个空气纤维明显感觉到就是很有回弹性，它这个就不会像海绵那么软，也不会像中垫那么硬，睡觉的时候就可以分散你身体每个部位的压力，难怪刚才睡起来感觉就是很有贴合感那种。然后我特意去查了一下这种材质，它这个不仅是回弹性，它这个抗菌性啊、透气性都会比这个掖中或者是海绵好很多，我感觉像是鸟巢一样，一看就特别透气。哎，突然感觉也像是那种解压玩具啊，你看捏起来好解压。然后再下面一层就是一层这个热熔棉，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口罩里面的一样。然后下面还有一层这个棉，这层棉比较厚一些。再下面就是能量弹簧，碳素钢的材料，所以长时间睡也不怕变形。然后这个弹簧下面还有一层海绵，海绵下面是热熔棉，这热熔棉的作用应该是防潮的吧。哇，这个材料真的太丰富了。当然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铂金记棉因子，可以分解甲醛，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在床上用品上花很多功夫，感觉有点像毛毛细雨了。包括我自己装修房子花心思比较多的地方，一个就是厨房，还有一个就是卧室，毕竟像这个床垫也不存在坏，除非像我一样。
床垫也是可以用很久的东西，也是关乎自己睡眠质量的东西，谁也不想睡个觉就腰酸背疼，然后头上还长螨虫包，是吧？所以说如果家里在装修，买个好点的床垫还是不亏的。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床垫的抗菌除螨的作用啊，还有睡前感受真的是特别特别舒服，真的是软而不塌那种。我感觉主要是这个空气纤维的作用，平常用来当做解压神器都没问题。好了，最后明明希望在座的各位每天都有充足的睡眠时间，有个深度好睡眠能缓解你们学习、生活、工作还有身体上的疲劳，让身体更加有能量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此时此刻我要吟诗一曲，明明拆家一时爽，高档床垫不心疼，奶奶要我缝回去，一针一线要人命。要不评论区来个征名活动，获得支持最多的市民送你一个价值699的音乐头枕。